好特殊，很时尚感。当来自日本京都宇治的有机抹茶遇上台南芒果所做成的特调气泡饮，层次分明的视觉加上酸甜口味与清香口感，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。炎炎夏日来临，想来点清凉爽口的手作冰沙，达人传授 PEPO， 只要将 QQ 的芒果冻加上芒果果酱，再倒入冰沙，就能体验香浓口感又消暑的芒果冰沙。上个月在各大的超市，这种四盒装的比较小粒的这些芒果，反而是好像很受我们的消费者的喜欢。大概从上个礼拜开始，南部开始下雨了，我们的芒果树也受到水分的滋养，那真正的呈现出它的一个果品的一个品质。有夏日红宝石美誉的台南爱文芒果即将进入采收期，预计全台产量大约是7万公吨。今年由于干旱缘故，大果芒果比往年来的少，但中小果风味与甜度却比以往更佳，适合小家庭采购。我们用水车载皮塘的水到山区，让农民去灌溉，很细心的来守护每一颗每一颗的芒果，所以今年的芒果比去年量非常增加很多，质也非常非常的好。除了推广当季芒果，台南市政府也与在地饮品、咖啡与甜点店合作，开发芒果口味特色新品。农业局也特别策划快闪巡回车活动，从端午节起，在北中、桃章等等地区，由产地冷链直接配送精品芒果到各个取货点。喜爱芒果的饕客们，不妨把握品尝当季美味的好时机。记者郭灿勇台北采访报道。